现在场上这位女孩，啊，真的打过球啊！哎，哇，这外线的三分基本上怎么投怎么进啊！对，而且她的投篮动作很标准啊，我不知道过去是不是有打篮球啊？对，动作非常标准啊！刘选教练认不认出来？哦，这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有点距离啊！天哪！合约赶快签签。李成宇两分连进十四球，球迷活动时间成选秀现场。神射手啊，对 WSB 龙有没有机会来签一下？在半场打完战神跟海神的比赛哦，海神队是51-40战胜领先战神。我记得最近 NBA 湖人队主场的一个比赛哦，这个中场的一个游戏时间，要在中场哦场中间来做 logo shot， 是那最后这个球迷哦拿走了$100,000，哇哇，真希望台湾有一张，太 lucky 了，真希望台湾有这样子的一个奖金呐、啊。不过现在场上的女球迷，哇，真的很准，她刚才外线三分进了，罚球线也进了，哇，好准哦。对，刚刚主播说到这个 logo shot， 我记得前一次啊、应该是在热火还是什么时候，也是 LeBron 在的一个时候，也是有这个同样的状况哦。所以不知道是不是 LeBron 在的一个比赛的时候，这个 logo shot 会成功率比较高哦。对，哇哇哇！如果这个现在场上这位女孩，哇，真的打过球啊！哎，哇！这外线的三分基本上怎么投怎么进啊！对，而且他的投篮动作很标准哦，不知道过去是不是有打篮球啦？对，动作非常标准啊！刘选教练认不认出来？哦，这太远了，太远了，有点距离看不到是谁啊！天哪，这个合约赶快签一签！啊，要赶快给我们台湾的女篮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位神射手啊！对 ，WSB 龙有没有机会来签一下？是。